最近的这个疫情就是又开始比较严重了，然后正好我这张画想叫它叫四月的肖像，其实就是是一个四月春天嘛，然后但是其实画出来的这个状态是有很多的忧虑在里面的，然后色调也并不是很明快，是比较灰暗的，就是。跟我现在内心的状态也比较像吧。之前这个个展，因为一直就是有一个大的主线，就是关于科幻或者说一个宏大的叙事在里面，所以说是一个早就定下来的。比如说每一张画什么，但是这一张其实是一个可能更加的贴近我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这个状态，希望通过一个。就是不讲问题的一个状态，画一张画。这一两年总是希望自己的绘画就是能够承载一些观念，或者说我世界观上的东西，而有的时候就是忽略了绘画本身的很多东西。其实我特别不希望我的画是那样的，就是我有一个明确的方法，我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来，就这样处理就是我。后边有一张作品是想画一个，就是宇宙里边有一个这种金属质感的一个骷髅的漂浮着，所以就是我买了一个这个东西，研究研究这种金属球体的反光反周围的这个事物的透视关系，然后算就是哪一个地方它到边缘之后就是折射角度它不一样，越到中间它就扩散。越到边缘，它就是越集中，所以它那个，你看后视镜也是这种圆形的，圆形的，就是它可以看到的角度非常大。但是你看最中心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变形并不严重，变形严重都在这个边上。这个就是我说我用计算的方法去算每一个，比如说大概距离比较均匀的情况下，这个点儿在这个。球体上反射到人眼里，它的位置。我就很喜欢戈雅后期的绘画，就是他能把，他能把他的情绪或者说他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画得非常有力度，然后。就他内心的那个状态吧，他能表达得很清晰。就我现在经常还是我其实很难做到这个，我就做不到现在。就是有很多东西在制约我，觉得我希望我多少年以后能画得更自由吧。可能需要时间把每个方面分别体现出来。然后，这样才能让自己舒服一些。